Ray TV， 大家好，我是 Ray， 现在来到一家意大利面店，名字是意面宝宝五谷店。这家店的在古区现在相当不错哦。那 Ray 之前也曾经来访过很多次了。那卖东西除了意大利面之外呢，有很多炖饭以及焗烤类的食物。还没看过影片的呢，可以看我右上角链接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哦。在他们说制作食物用心之外呢，员工之间感情也相当的好哦。是他们之前替店员工庆生的画面，感觉是相当温馨呢。今天瑞刚饿了，所以来这边点一个泰式加麻鸡腿饭。大家记得不要跟瑞一样笨笨的哦，鸡腿要沾，记得沾下面的酱，会更加的美味哦。之前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啊，觉得好吃就把鸡腿嗑光了，酱我都没有沾到。店家目前呢有几点打卡的活动。那集满就可以免费赠送你套餐哦，喜欢吃意大利面的人啊，可以来试试看哦。今天的影片分享到这边，那大家如果对影片有什么问题的话呢，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。那如果你喜欢的影片的话呢，也别忘记帮我按赞、分享以及订阅哦，谢谢大家。